我终于遇见你们了。谢谢你们，原来海豚精灵一直在回廊湾守护着我。你到母亲。
去吗？谢谢你。耶！哇，人人帅真好啊！哎，那你要牵着我姐姐的手啊！白马王子。现傻逼吧，不是，还傻逼，够了，还一个多少用傻逼招？哦，你好像真的有哎，难道你看到了传说中的？没事了，
还好你们及时阻止他吃下垃圾，你们做得很棒，真是太好了，能够让他们健康的在大海里生活，真是太棒了。